和谱中国。这世界充满了神奇，到处都隐藏着秘密。我有我的超能力，和伙伴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坎坷过不去。在无尽的宇宙中翱翔，不回头，遥望着远方。科普中国十万个为什么，给我智慧和力量，迎接每天崭新的太阳。酷姐，跟我勇敢起航，带你到想去的地方，登上最高的山岗，摘朵云彩给你做件衣裳。酷姐，看我嘴角上扬，我不怕荆棘和悲伤，再通往未来的路上，每一站都辉煌。果实内的旅行。这是什么果啊？看我的，嘿嘿，来吧，我在画室等你们。哇，我闻到了艺术的味道。这个也许是水晶石的线索。哇，闻到颜料的味道就不想走了呢。切，装什么文艺青年？不知今天有没有美术课？管他呢，试试我新的超能力马良神笔，要什么有什么。其实我饿了。你这么胖，饿了就吃点水果得了。好了，那就无花果吧。尽情享用。无花果为什么没有花还能结果呢？你们推举谁一探究竟？糊涂菜。就你了，糊涂菜。无花果果肉的部分实际上是一个被称为花絮托或者果絮托的结构，那些白色的小球是它们的雌花，粉末细丝是它们的雄花，而小芝麻一样的种子才是无花果真正的果。另外，所有的桑科榕属植物都有这样的花絮，所以这样的结构也被叫做榕果。无花果把花朵都包起来了，那蜜蜂和蝴蝶怎么样才能帮它们传播花粉呢？看见无花果上的小孔了吗？怪不得糊涂菜肚子那么大，辣眼睛。早死早脱生。这一段剧情还需要我吗？你的任务大功告成，产卵之后宝宝需要在榕果里面睡上三个月才会醒来。首先醒过来的都是雄性的榕小蜂，一醒来就会咬开育儿室的外壁钻出来，而雌性榕小蜂则守在闺房等待他们的白马王子。长有尖牙利齿的雄蜂在无花果壁上咬出一条通道，通道挖好之后雌蜂飞出去，雌蜂身上承载着无花果的花粉，无花果给榕小蜂提供了营养，同时雌蜂也带着这些花粉帮无花果找到另一半，结出自己的果实。而没有翅膀的雄蜂无法飞离，在挖完通道后便死去了。糊涂菜，以后你还会只吃汉堡可乐吗？真没想到一颗无花果经历了这群可爱的搬运工把太阳的能量传到我的手中，我要好好的爱这种水果，比汉堡可乐强太多。We'll be right back.
科普中国。